太可爱了，模型太可爱了。就看那个外边。大家好，我是格子，我现在带我家宝贝儿啊，来这个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这来玩了啊。一会儿呢，那个刚出生的那个小白虎啊，4点表演节目啊，我这边特别期待啊，我家宝贝儿也特别期待啊。一会儿给大家这个录一段啊，看看啊，那小白虎超级可爱啊。嘿嘿，小老虎来喽。太可爱了，跟小猫似的。来来来，宝贝儿。哎，宝贝儿，像人家宝宝的前面呀，真可爱。啊，哦，真好玩儿。哎呦，太可爱了！哎呦，太可爱了！太可爱了！啊，亲爱的，太可爱了，亲爱的。太可爱了，小虎。这个小老虎啊，刚出生一个多月。你的叔呢？哎呀，太可爱了！太可爱了，小老虎。行，不摸了，欣欣不能摸了。行了，真好玩，太可爱了。行了行了，欣欣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不能摸了，欣欣不摸了，不摸了啊，可以了。小老虎，小老虎免疫力低啊，小老虎免疫力低，咱不摸了。行了，行了。太可爱了，模型。就在那个外边展厅，咱们在那个玻璃窗子外边都可以看。超级可爱。好，那朋友们，这个呢就是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这个小白虎啊，它这边呢刚出生一个多月啊，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啊，超级可爱啊，可以说是萌翻全场啊，我恨不得给它抱回家去啊。好，那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小奶虎可爱吗？有什么想说的？